你敢问我？你敢问我？你真捌看我无？你真正无？你甲我信道咧？无安尼啦，咱两个来定高低啦。你的路，我的路，你真捌甲我调清楚？我许世伟，无你今仔日。 我都甲恁客备信号你，好，什么时阵你有我一个时间啊？时间是还阁外头确定啦，啊，不过地点我会当信号你。有一条路叫黄泉路，我会先送你去遐，啊，你当慢慢啊行，我会赶紧让你去拄着伊。既然板凳你唔知影。 阮就继续找啦，莫甲你搅了啊！行啦！是你惊啥啦？阮阿妹妹就客白黑咯，你是莫讲！慢着啊！慢着啊！你甲阮客白坐伊倒。庆贤哥，有妈妈。 你走来问我杜公良，当地什么所在？我们来知影。你别去假啊！你要爱伊性命，伊唔才会避去。你搁叫人甲我跟踪，一定是你找到伊的人，甲伊带走会着无？我根本都唔知影杜公良人去倒位啊！你找我讨人，我搁想要问你，伊是不是去倒位去啊？ 工程真多任务需要人处理，伊安尼放任，关我嘛真头疼。你莫讲到遐尔好听啦，你若真正要尔看重阮客爸的能力，你是安怎放袂爱伊的性命？袂得啦，我就是毋知影杜公勇，当伫倒位啦。你若是甲找着，就叫伊甲我收过来。啊，若无去影响着神意，死家叫人踢出去，都毋通怪阮。 你搞这么个的底气，你袂用得。你是好鬼啊！吴金玉受伤，万当输掉，伊烦恼拢袂赴啊，哪有时间管恁客户是走去倒位啊？要找人先，恁家己打电话找，莫搁在遐遮啰。吴金玉受伤啊！看恁的表情这么歹看，伊一定伤较足严重的吼。 敢有性命危险啊？你是讲啥呗？别人受伤，你伫遐遮遮尔欢喜，甚至就惨人死啊！无啊，我哪有欢喜？嗯，目睭笑到变甲一条线，搁讲无？我是看你的气氛无啥好，毋才会想要互恁大家放较轻松的，我这是强颜欢笑呢。 信贤哥，若是吴金玉无去，你还阁有我。你莫阁喊名啊，好吧？就算讲全世界查某囡仔拢死了了，我拢无可能介意。你不妨尊重我，阮梦之将无你甲你遗憾。安尼上好。那你就赶紧家己带走，莫阁家己留伫遮插我的牌。信贤啊！ 无需要跟恁讲遮尔济啦，金玉姐嘛随便好困，明仔互因伫遮擦擦两人啦，叫病院保全赶紧赶走就好啊。吴妈妈，你就把吴金玉当作是宝，把我当作是草，我才是上适合你的好媳妇呢。迄个吴金玉袂用的啦，伊是二婚，而且伊年岁够大，伊的卵子品质无好啊。 伊生袂出，亲像圣贤哥遮尔有品质的宝宝。廖明珠，你给我讲一句伤害真好话试看卖。后从你入来病院，我会直接甲你对病房、身体、甲太平间，你要信无？万当诶！ 我对吴金玉无意见啊，我是完全徛伫个圣贤哥的角度替伊设想的。你若是
只要一个客造仔甲母家联姻，我愿意甲你斗三工完成这个愿望哦，无一定爱吴靖玉啊，对无？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做万丹的客造仔，免想啊啦，参像迄种哦，无法度上台面的人，佫想要严格讨红杯哦。吴妈妈，你哪会这么气嫌我？当初嘛是你同意和我嫁给信贤哥的啊。当初只是误会，彼时阵我嘛真着急，替我安排婚事，佮加上你佮了出一个不得不起的代志。万丹的佮靖玉因爸囝因小丽，我嘛佫较无理由反对我佮靖玉做伙啊。啊？你讲？吴靖玉是万丹的亲生查某囝，无唔对，所以你想那个小康小胖，家己性情甲靖玉强啊。伊若是搁进来不哦，上好是家己骨头是经营好，这个人事人命含一个塔位都无有错。我唔是来找你讲这件代志，阮客白死状，你绝对无可能小亮唔知影。杜成功啊，知影，你认为我敢会讲？现在都骨脑会闭起来，应该是知影家己做唔对代志。杜成功，我甲好起来，马都未到你来遮问东问西啊，都未着我。你怎捌看我无？你真正无咧甲我信道咧？无安尼啦，咱两个来定高低啦。你会老，我会大，你怎捌甲我调清楚？我许世伟，无你今日。好啊，我都甲恁客备行好哩。好啊，什么时阵？你有我一个时间啊？时间是还阁我都确定啦，啊，不过地点我会当先给你。有一条路叫黄泉路，我会先送你去遐，啊，你当慢慢啊行，我会赶紧给你去拄到伊。既然万丹你唔知影，阮就继续找啦，莫甲你搅了啊，行啦。你惊啥啦？我明明就客买鞋咯。你死，卖讲。是啥物人伤害金瑶？我要去调查。星爷，这是伊的父母，你着专心陪在伊身躯边，卖让陆家峰遐的人有机会接近金瑶。有个来话，讲一寡有诶无诶。我知影，为什么开始？我随时都会陪在靖玉身躯边保护伊。知影靖玉弱点，阁会对伊出手这么粗残的人，只有陈忠信。即间毒棍来阁失踪啊！看来陈忠信是准备要发压力。我就全面变等伊，那无以后一步，真可能是让毒棍仔帮伊讲话。事到真相也是知影，我当年害伊出车祸，甚至所有嘛知影家己是伫危险，安尼就麻烦了。